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！阿弥陀佛。前一节课我们把第九品经文讲完了，在没有讲第十品经文之前，我们把第九品经文的要点归纳整理一下。这次要点的整理有点特殊，用的寄送的形式。 法藏比丘六度万恒，积功累德，无量无边。一切法中得大自在，四十八愿全都兑现。因缘果满，如师安住，具足庄严清净佛土。积功累德，天天要做。 功德利益无比快速，弥陀法身遍一切处，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时间空间全都超越，不生不灭，寂光常住。世尊即赞法藏比丘，无量圣因。 感得圣果，法藏比丘是好榜样，学佛之人应该效仿。皆愿作佛第十，前面第九品经文讲阿弥陀佛修因正果，第十品经文。 是讲众生听闻释迦牟尼佛讲法，只要发愿往生，都能成佛。这一品经文是给我们坚定成佛信心的。虽然这品经文很短，但它的含义很深。我们学佛，如果要在这一生中成就， 只有念佛往生这个法门。如果修学其他法门，要在一生中成就，是相当难的。请看下面经文。佛说：“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，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。” 闻之，皆大欢喜。各持一金花盖，俱到佛前作礼，以花盖上佛椅，却坐一面听经，心中怨言：令我等做佛时，皆如阿弥陀佛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：佛说完了。 阿弥陀佛，在菩萨因地当中成就了所发宏誓愿海的时候，法会中有一位王子和五百大长者。王子的名字叫阿舍。他同五百位年高德重、威望很高的大长者听佛说法以后。 都引发了空前未有的欢喜心。个个拿了一个精致的花盖到佛前礼拜供养。这五百零一人都是在家居士，他们共同行动，又带了同一贡品，可见他们是一同来的。他们把花盖奉献以后。 又都回到大众中，在一旁安坐听经。这时，每个人心中发愿：愿我们成佛时，一切都同阿弥陀佛一样。文中的“我等”，足见这是他们的共愿。请看下一段经文。 佛即知之,之，告诸比丘：是王子等，后当作佛。彼于前世，住菩萨道，无数劫来，供养四百亿佛，加设佛师，彼等为我弟子。今供养我，复相值也。十诸比丘闻佛言者。 莫不代之欢喜。这一段经文的大意是：阿舍王子等发起大愿，世尊马上就知道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的起心动念，如来悉知悉见。我们的心和佛的心，没有一毫一厘的间隔。 佛当时就告诉在会的一万两千大比丘、王子等人，以后都要成佛。这也相当于在大会中为这五百零一人受记做佛。佛并对大家说：“他们前世都一直修行菩萨的大行。” 安住于菩萨之道，经过无数大劫，曾经供养过四百亿佛，广种功德。今天又发起愿，如阿弥陀佛的殊胜大愿，所以都必定成佛。幕后。 佛在指出与这些人的溯缘，在迦摄佛住世的时候，他们是我的弟子。今天在法会上供养我，这是再度相逢了。当时会上一万二千大比丘听佛所说，没有一个人不替阿舍王子等五百多人欢喜。 这篇经文有三个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：一是发愿，阿舍王子等才发愿，我们皆如阿弥陀佛，马上就得到受记，将来一定成佛；二是因缘，过去生中在加设佛时。 他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现在又在法会上相逢，又献供养，又来听经，又进一步结缘。因为法缘很重要，佛也不能度无缘。当年佛在王舍城的时候，有三分之一的人。 不但没有见过佛的面儿，根本没有听到过名字。佛这面的威德，还有三分之一人连佛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他无缘。三本法均是非常相宜，在德尊普贤品中。 文殊、普贤、弥勒之后，就是贤护等十六正士，都是在家菩萨。在本品中，听佛说完法之后，首先欢喜振奋，来献供养，来发大愿。又是阿舍王子等五百多位在家人。 正是表示净土法门非常适合于在家人，在家人就更需要这个，因为在家人有工作、有家庭、有负担、有好多事儿，靠禅定等其他办法就行不通，所以这部经与在家人非常相契。 大乘经里告诉我们，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不是凡人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。这一次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你为什么能升起信心？为什么能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？是得无量诸佛。 威神的加持，这心才发得起来。如果没有过去修行的这些功德，这个真因，你发不起这个心。什么原因发不起来？我们供养诸佛如来那个量还不够。怎么办？现在补。怎么补法？念佛就是补。 学佛，凡夫进入境界的条件是老师。老师重要，没有老师，我们会走很多弯路，很辛苦。有老师指导，我们对老师有信心，依教奉行，就省了很多弯路。你这一生有可能成就。 古圣先贤没有私心，大公无私，以真诚心待人接物，教给我们什么？总的原则、总的指导纲宗就是四句话：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相信不相信？ 老法师的老师把这四句话传给了他。老人家又把这四句话传给了我们大家。这四句是真实话，没有一个字是假的。这四句话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。成功的人都是走的这条路。 你要试试看，你就会发现效果不可思议。经文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之前往往被我们忽略了。今天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：“闻之皆大欢喜。”这句话在经典中经常出现。 我们要深刻理解它的含义。比如，阿舍王子和五百大长者听世尊讲《无量寿经》，为什么欢喜？为弥陀圆正菩提大愿成就而喜；为弥陀证此究竟方便，以持名妙法。 普度一切而喜，为我等与当来一切含灵，皆以此法以度生死而喜，并为我等亦可辗转教导众生，普令度脱而喜。是故此喜世所未有，故曰大欢喜。 我们今天读经、听经，这种欢喜心有没有升起来？没升起来。我们对“闻之皆大欢喜”这句话，只是含糊笼统的一念而过而已，生不起欢喜心。为什么生不起欢喜心？因为不知道这句话的深刻含义。 了解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，哪有不生欢喜心的道理？这个欢喜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有份儿，不是与我不相干。与我不相关，我欢喜有什么用？与我的关系太密切了，因为阿弥陀佛。 在西方所视线的净土，是为我而视线的。他现在在极乐世界，今现在说法，是为我说的。我感恩欢喜，我们听经、读经，生起了无限的欢喜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量寿经。 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死轮回问题，这可是人生最大、最重要的一件大事。我们怎能不欢喜呢？第十品经文讲完了，这品经文的重点已经说的很清楚了，不再重复了。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。 这部《无量寿经》和在家居士最为契合，也可以这样说。这部经是佛专为在家居士说的。我们要升起无限的感恩之心。下面开始讲第十一品经文：国界严净。 第十一，这一篇经文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医报庄严。请看下面经文：佛与阿难，彼极乐界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，永无众苦诸难恶趣。 魔脑之名，亦无四时寒暑雨明之意。复无大小江海、丘陵、坑坎、荆棘、沙砾、铁围、须弥、土石等山，唯以自然奇宝黄金为地，宽广平正，不可陷及，微妙其丽。 清净庄严，超越十方一切世界。本段经文的大意是：佛对阿难说，那个极乐世界是无量功德所成就，所以国土庄严清净，具足一切庄严。 永离种种苦难，三恶去与魔恼的名字，众苦诸难，恶去魔恼，连个名都没有，何况有时国中没有春夏秋冬、寒冷暑热、阴雨的现象，也没有海洋、河流、山林。 坑坎不平，荆棘、沙砾、铁围山、须弥山、土石所成就的种种山，只是一片平坦、整齐、广大无边，以自然奇宝和黄金所成的大地国土，是妙中妙，所以叫微妙。 华丽中的华丽，所以叫奇丽。国土的清净庄严，超过十方一切世界。下面，我们把这段经文里的重要文句，再稍作详细的解释。无量功德，具足庄严。谭鸾大师论著说。 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，庄严佛事，以法性入清净相，是法不颠倒，不虚伪，名为真实功德。论注是说，法藏菩萨住真实会，庄严佛土，所以说是菩萨智慧清净业起。 庄严佛事，这两种说法是完全一致的。往生论又说，极乐三种庄严入清净句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现论著说，依法性入清净相，法身即是法性身。 也即是法性，法藏菩萨庄严佛土，是从法身离体显现清净国土。这也就是往生论国土庄严入清净句，即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正因本体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 这是真实之计，不颠倒，不虚伪。所以这样显现的一切事项，名为真实功德。更没有任何另外的一法，盖离开了真实，便是虚伪。所以真实功德就是无量功德，自然也就是。 具足庄严，诸难又叫八难：一、地狱难，在地狱中文法很难；二、畜生难；三、恶鬼难；四、长寿天难，寿五百劫，是色界。 四禅中的无想天，它的无想跟鱼在冰中冻了一样，一旦冰化后，鱼又能动了。五，北距泸州，那里佛不去，困难。六，盲聋音哑，瞎子、聋子、哑巴都很难。七。 世智变聪难，自命聪明的人都要警惕。如果你只是世间邪智，再加上能说会道、长于舌辩、会写文章、喜爱外道理论、不信出世正法，就属于这一类，要成道很难。 八生在佛前佛后难，遇不到佛很困难。阿去就是三阿道。魔恼，魔能恼害人的身心，所以也叫魔恼。魔是摩罗的略称，也就是他化自在天中魔王。 波旬的另一个名字，这类鬼神有很大的魔力，能恼害修行人。亦无四时寒暑雨名之意，这是说的天时。四时是春夏秋冬，寒是大冷，暑是大热。 雨是下雨，明是阴天，这些都没有，那就永远在温和晴朗的天气之中，这种生活环境多好！地理条件更令人羡慕向往，没有大小江海的惊涛骇浪。 没有丘陵坑坎,坎的蜀道难行，沙砾绝迹，荆棘不生，更没有须弥、铁围、土石等山，有的是平坦方正的无边大地。须弥山是四大部洲的中心，铁围山是外围。 日月围着须弥山转。四天王天在须弥山的半腰，顶上是地势所住的地势天。须弥山以上还有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都在空中了。这是一般世界的安利情况，但在极乐世界。 须弥山和铁围山都没有了，在极乐世界，唯以自然七宝、黄金为地，地是七宝和黄金所合成。自然，表示不是造作所成，不因安排而得，所以说是自然。 这是由于修德有功，性德自然显现。七宝的名称各经不同，这无所谓。这些宝贝只是打个比方而已。因为极乐世界的美妙，世人无法想象，只好用世间的宝来做比喻。本经七宝是。 金、银、琉璃、水晶、琥珀、美玉、玛瑙。至于地的形态，则是宽广平正，不可限极。宽是宽阔，广是广大，平是齐平平等，正是正大。 地平如掌，没有边际，因为它不可限极。所以舒超说：“分明在目前。”下面说说极乐世界的天使。极乐世界的天使没有寒暑、阴雨之别，一味是晴朗温和。 大地上没有山河险阻，一片是宽广平坦。这都是由于法藏菩萨住真实会庄严佛土，所以心境、土境、心平地平，心和一切和。正如谭鸾大师说：“依法性。” 入清净相、极乐众相，都是依性而入，法性平等一位，无差别相。所以天时地形无有差别，法性广大无有边际，所以极乐国土不可限极，法性。 普聚善美，穷微极妙，所以微妙其力清净庄严。妙就是圣妙难思，微妙就是妙中之妙，难思中的难思。力就是华丽，奇是奇特，奇力 就是独超无比的美妙和华丽。观经说，极乐大地是七宝所成，每一个宝里有五百色光，这些光就像花朵，像群星，像月亮，悬在空中。极乐世界美妙奇特。 最重要之处在于，整个极乐都清净庄严。极乐国中一切景色令人心悦而无染浊，境遇心都是清净庄严。清净是无染，庄严是具德。清净令人心静，庄严。 令人心静，这就因为极乐国土是清净本性所庄严成就，所以微妙奇丽、清净庄严，超越十方一切世界。极乐世界的一切都是不可思议，不能以情相见。 不可思虑而知，所以处处事事无碍，处处是一真法界。请看下面经文：阿难闻已，白世尊言：“若彼国土无须弥山，七四天王天及刀立天。” 依何而住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山。阿难提出疑问：彼国没有须弥山，那么四天王天、道立天住在哪里呢？这里我们要说明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阿难。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？阿难是按照这个世界的现状发问的。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：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石报庄严土、常寂光净土。那个世界没有六道，同居土只有两道。 人道和天道，那个世界没有山，所以引起阿难尊者的疑问：如果没有须弥山，玉界天住在什么地方？玉界天里的四天王天和刀里天，都是依须弥山而住的。四天王天住在山腰。 高丽天住在山顶，没有须弥山，这两层天怎么办？阿难尊者提出了这个疑问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个疑问是阿难尊者问的吗？不是的，阿难尊者是代表我们问的。凡夫听了世尊。 对极乐世界的介绍，总是免不了有些疑惑。阿难尊者知道这个情况，就向世尊请教：“若比国土无须弥山，四天王天、刀立天，依何而住？”我们看下面经文，看世尊。 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？佛告阿难：“夜魔都帅，乃至色无色界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？”阿难白言：“不可思议业力所致。”这段经文的大概意思是：佛没有直接。 回答阿难提出的问题，是启示阿难，让他自己去思索。这是世尊教学的高明之处，这叫启发式教学。佛反问阿难：“我们这个世界，夜摩天，从夜摩天以上的天住于空，叫空居天。” 都帅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依什么而住？这些天界住虚空，并不依赖须弥山。你为什么认为必须依须弥山呢？阿难答：是不可思议业力所致。业是造作。 例如，学生在家中应做的功课练习叫家庭作业。俗话中“事业”的“业”也是这个含义。行善的叫善业，作恶的叫恶业。善业就有出生善果的力量和作用，恶业就有出生恶果的力量和作用。 这就是业力。阿难是说，从夜摩天以上诸天，不依靠须弥山就能住于虚空，是因众生不思议业力所造成的现象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不思议境界。 不能用我们现在一般的想法、看法去想、去看西方净土。请看下面经文：佛与阿难，不思议，如可知也。汝身果报不可思议，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。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，诸佛胜利，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。七国众生功德善利，住行业地积佛神力，故能而。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：佛对阿难说：“不思议业，你可知道吗？” 你本身的果报不可思议。果报总体来说，是指过去所做的善业或恶业所感的结果或回报。佛接着又说，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。业报指业因与果报。普贤行愿品曰。 由贪嗔痴发身口意，作诸恶业无量无边。若此恶业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。据《俱舍论》，恶业势力最为强盛，虽世尊也不能遮免、意志。 所以，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，众生善根不可思议。因此，《大集经》说：“众生之行不可思议，众生境界不可思议。”这两句话意思很深。临济禅师说。 你遇识佛祖吗？指你能听法的便是。又说，每日多般用处，欠少什么？六道神光，未曾间歇。六道神光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。 口说话等等，都是神光作用，从来没有间断。这话是《临济语录》里的精华。禅宗古德有一最精妙的寄语：“心随万境转，转处实能忧；随流任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” 这个寄语是说，凡夫的心总是随着外境而转动，这本是妄动。但是，这能随外物而转动之处，实在是幽深奥妙。若能认清了这个转处，那就是随着流转而认识本性了。 识了自家本性，当下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。虚空都粉碎了，还有什么叫喜和忧呢？以上所说，听法的便是佛。六道神光未曾间歇，随流实性。 直指众生善根，实在是超情离见，不是思量分别之所能知。宗门如是，教下亦复如是。《法华经》说：若人散乱心，入于塔庙中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 都成佛道了，所以同显众生的善根，不可思议。诸佛胜利，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。宗经录曰：有五种力不可思议。佛法微德力是五种力之一，佛力不可思议。 故成就的佛土也不可思议。谭鸾大师赞叹极乐世界，光做佛事怎么可以思议？水做佛事怎么可以思议？底下都有。树影子也能做佛事，声也能做佛事，怎么可以思议呀？ 最后还有一句话最重要：赞助往生者，不断烦恼得涅盘分，焉可思议？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没有断烦恼就得涅盘，这样的殊胜方便怎么能思议？这正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中的不可思议。 七国众生功德善利，七国指极乐国。善利修善所得之利，往生众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正住兼修，有种种的功德善利，于是可以安住在。 阿弥陀佛，大愿大行大业成就之地，安住极乐就是住行业地，住于弥陀行愿成就之地。进一步，据谭鸾大师说，见弥陀身相得平等身业，闻佛的名号得平等口业。 遇见光之法的平等意业，助于如来身口意，这就是位于如来行业地。由于往生众生有殊胜功德善利，并且安住极乐学习弥陀所行，更加上导师。 阿弥陀佛，威神功德力，所以彼土不赖须弥山。请看下面经文：阿难白言：“业因果报，不可思议。我于此法实无所获，但为将来众生。” 破除以往，故发斯问。阿难向世尊禀白说：“这个夜因果报不可思议，我没有疑惑。极乐世界以无比殊胜的因，得无比殊胜的果，我没有疑惑。我是为将来的众生。” 替他们破除疑惑，代替他们提问的。总结一下第十一品经文的重点。第一个要点：认识西方极乐世界环境的清净庄严。一永无众苦、诸难、恶趣。 魔恼之名，没有三苦八苦等种种苦恼，没有三灾八难等种种灾难，没有三恶道，也没有魔恼等名称。重点词是“永无”二字。二，一无四时寒暑。 与名之意，复无大小江海、丘陵、坑坎、荆棘、沙砾、铁围、须弥、土石等山。极乐世界没有气候的变化，没有地理环境的差别。三，极乐世界物质环境超越一切世界。 自然奇宝，黄金未地，宽广平正，不可限及微妙其力清净庄严，超越十方一切世界。第二个要点：不思议业力，虽远必相牵；果报成熟时，求必终难免。 这几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人要造业，虽然久远，因缘相遇的时候，业报必定会现前，没有办法逃避。第三个要点，正确理解众生世界不可思议业力所致的深刻含义。 第四个要点：西方极乐世界造的是不可思议业力。这个不可思议业，指何而言？说说不可思议业力的范围、名号、不可思议、信愿、不可思议、读诵、不可思议、受持。 不可思议，弘扬不可思议，等等。第五个要点：怎样能得到同佛平等的身业、同佛平等的口业、同佛平等的意业？第六个要点：西方极乐世界。 医正庄严的理论依据是什么？不可思议业力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